我们的大军的弓箭队布满在城门楼上，这是预备干什么？奴才不知道。这是谁下的命令？奴才看见皇后娘娘亲自在那儿坐镇监督啊！皇后，奴才感到不可思议，所以才赶紧来向万岁爷禀报。 皇上赐，你快看！我敢八九不离十，就是上头交代下来的人。待会儿沉住气。是。来者何人？本县竹山县令杭铁生，有令牌为凭。竹山县的县令为何进京？本县有紧急之事，必须立刻进京皇上。先向吏部报道吧。 计划进行的好好的吗？你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转变呢？这是我跟宁香的协定，只要我放杭铁生一马，他就答应做我的人，永远属于我。哎呀，你居然就为了这么一个理由，你将来可以拥有多少女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何必为了这么一个女人而挂了大事呢？宁香本来就是我此行的目标之一，而且我想要的东西。 就一定要得到，皇上，皇上，您可醒过来了，这是急煞臣妾了。万岁爷想怎么着？那位姑娘呢？她替朕挡下了剑，现在人呢？人在哪儿？回父皇的话，她正在外殿等着儿臣。 有了，在，还不快去？哎，是是是，万岁爷别着急，奴才这就去请他进来见驾。快去！是。
这是开封知府的奏折，皇上看过之后就会明白，臣妾为什么会私自调动禁军，在宫城内布置弓箭手了。朕心里的问号，岂止这一个？朕要一样一样的弄清楚。可是皇上，好了，朕现在不想听，行吗？ 我不跪不明是非的皇上，放肆！你向天见了胆子，竟敢如此大逆不道！来人呐！皇后，让朕和他说话。你说朕不明是非，何出此言？你有一位好臣子，尽忠职守，勤政爱民，为了宫里正义，不惜得罪了您的儿子。上一回。 您能做到大公无私、伸张正义，可是这一回您却受到了蒙蔽，任由他和那位将姑娘在主山翻手为鱼、覆手为雨，一步步的把杭铁山给逼上了绝路。住口！你这个出尔反尔的女人，竟敢违背你对我的承诺吗？我哪里违背了？在我的承诺当中，并没有包括我不能在皇上面前一吐为快。你。 快住手！谁都不许轻举妄动。皇上，千万不要提醒他的话呀，他是个危险人物。你看过奏折就会知道，他也是烂党之一呀。没错，儿臣因为一时糊涂，喜欢上他，心软救了他一把。没想到他恩将仇报，反咬儿臣一口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天龙，朕已经说了要你住手，难道你要抗旨不成？可是父皇，朕命令你现在就把剑放下。 姑且不论他有罪不罪，就凭他接下那一剑，救了朕，就足以将功折罪。朕要听他的申诉。父皇，您愿相信他，也不愿相信儿臣吗？朕没说不相信你，你可以说，他也可以说，唐铁生也可以说，你们统统说完了，朕自有定夺。呀！滚！ 天龙，殿下，天龙，殿下，你如此冥顽不灵，简直人形毕露，孰是孰非，何须再辩？根本已经昭然若揭了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出去！你们都给朕出去，别逼朕叫侍卫进来。哼，天龙，对，天龙，天龙，万岁爷，请息雷霆之怒，千万要保重龙体啊。唐铁生呢？回万岁爷话。 杭大人因为擅离职守，直闯进宫，现在正被囚禁在大理寺中呢。去，传朕口谕，朕要召见他。是，奴才这就去，这就去。民女凌霄，叩见皇上。 要让你服气，还真不容易啊！来来来，喝一口水，顺顺气。